我们现在就准备出门去逛一逛。其实这样挺好的，如果我昨天晚上不赶路的话，今天可能还在路上。来呀，走了，进来，走，进来，走啦。他不敢进电梯吗？他可能不敢进一个这个不熟悉的空间吧。走走，那我们先出去吧。吃个午饭，其实买杯咖啡。这个点吃吧，早晚饭。回家真是好呀，可以用纯电开了，这太爽了，零油耗。坐，等一等啊，马上出门去玩一会儿。在城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试一下把它放在前面哈，然后就在这下面，把座位调到后面去啊，空间是蛮大的。但是你要让它不让我这边来，要叫一下它。啊，特别喜欢往这边窗户这边爬，其实。对，他喜欢看外面嘛。哎呀，找到个舒服的，他不喜欢坐地上，坐我身上。他趴你身上，行吧，那我们就先去吃午饭。哇，时隔两个月，我又喝到了这个陨石拿铁。我说实话，星巴克除了那个新冰乐好喝，其他都不行，还卖那么贵，还这个好，又便宜又好喝。喝点咖啡，提下神。其实今天精神没有特别好，因为感觉没有睡够八个小时，睡了六七个小时。我这个是什么？好喝。好喝啊！好喝。我这种还没尝过，我一般喜欢尝试各种新品。芋泥哦，这么多芋泥，我的天哪！看着还不错。我现在还是把料给放在后面去，但是前面有点调皮，太皮了，放在后面就睡觉，一秒睡。他把我身上弄的呀，全是毛。他知道那个笼子是让他睡觉的地方，跟你说吗？每次在里面100%很快就睡了，不管你外面再吵，他都能睡得着。他没办法在我这里安安静静的多待一下。对，他的性格不是那种性格，小公狗。你最多只能抱他一分钟，多了他就不愿意了。我们今天出门连续看见几个车祸了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对面车的还有一个挡风车。啊，怪不得这么堵车呀。好，我们去吃肥肠粉。哇，这个车子好脏呀，带人去洗一下。走吧，回到成都啊，就喜欢吃肥肠粉，真的特别好吃。一般外地的一些肥肠粉啊，都跟成都的差太远了，就喜欢吃它。其实现在就算是吃晚饭了，我觉得。所以说今天早上哈，我们到成都的时候买了点包子吃，是明智的选择，不然要遭饿晕。还是来这个白家肥肠粉，在林红他们家这边。走吧，我好想吃锅盔啊，这锅盔好。今天我们两个都是吃的心肺粉，然后加了个茄子，这样两种都能吃到。对，茄子绝对必须要加的。对，然后一个锅盔，哇，这就是成都的味道。对，想了好久了，外面都吃不到这些。对，好，尤其是这个茄子，快吃了，太香了。这个粉里面这个茄子哈，之前有个朋友不知道是个啥，它其实就是那个肥肠，把它拴成打个结，就叫结子。对，绕结子。对，这个特别好吃。等会儿再来一个。哇，你看这个结子里面，对，包的这种油，这个是最好吃的，就这种。太精华了，这个超级好吃。我反正每次吃都要加这个。我再加一个，我再加个结子。怎么样？加个结子出来。3块钱一个，还是不贵。我们现在就吃好了，这一顿吃的真是太爽了。不过其实我没有吃太饱。这个相当于两顿合在一起吃了哈。我没吃午饭呢，走吧，我们过去带料出去玩一玩，出来逛一逛。天都黑了。我们现在已经逛了回来了，然后打算搬一些东西上去。主要就是搬这个前车里面的东西，房车里面的只是拿了些衣服呀什么的，平时要用的搬回去，多的东西就没有搬了。不过这个后备箱东西还是蛮多的。
而且你的那两箱水是怎么搞呢？还是满的，里面还是冰的。你们看明天能不能化了，化了我把水放了。嗯，找个地方把它给放了吧。你那个满水放着也不是回事儿啊。我们把这些东西给搬了。这边真的都是料的啊。很多都是他的。嗯。哇，没想到这么多东西啊。这后备箱真是能装。而且我估计还要跑两趟吧。冰箱也没拿，还有一些箱子也没拿。这些东西都是料的。他怎么这么多东西啊？嗯，问你。要垫就是好多包。走吧，我们先上去，然后回去整理整理。每次回来都是那个东西特别的多。对，把它整理好嘛。嗯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走的时候少平给我买的那个牛羊肉嘛。嗯。买了好多哦。对呀、啊，超级多。我们最近根本吃不了这么多，我打算拿一小部分给料给它烘嘛。嗯。给它吃，我们上次买了一个一斤多，吃了好多天啊。对呀、啊。所以可以的。自己做这个特划算。你去整理吧，我来给他弄这个。而且这个东西你加点调料那种啊，我们是可以自己平时吃零食那种吃法的。对。哇、哦，这个肉。不用弄太多。嗯。我们自己看怎么吃一点。可以的，我再继续收拾一下。刚刚那边衣服也洗着了，每次回来整理的东西特别多呀，好好整理一下吧。我们都有点分不清哪个是牛肉、羊肉了。有点闻不出来了。嗯，然后看颜色大概能分辨一下。那样应该闻着味道。肯定闻着了，乖乖在门口等着看着的，明天才能吃。我们拿一部分来烤着吃也可以啊。嗯，这次切的稍微大一点，因为上次烤出来其实还是挺小的。对。嗯，反正多烤一点吧，这个烤出来挺方便的。我们不让料进厨房的，就是以这条为分界线。不能进来。他是听得懂就是吧。嗯，他也闻到了。小丽啊，我们虽然闻不出这个是什么肉什么感觉，但是丽奥肯定闻得很清楚。对，他一步一步的向前挪。就在这个边缘上试探。还是听话啊，不过来就不过来。